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72集的节目。我们在学商业概论的时候呢，有提到一句话叫做“包装是无声的推销员”。一个好看的包装盒呢，绝对是可以24小时的守护在产品的身边的，告诉消费者：“哎，赶快买，赶快买，对不对？”那今天这一款呢，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。这个 G.I. Joe 还有 Transformers 的联名商品 Megatron，还有男爵夫人的一个组合包，盒子实在是好看，没有问题，非常漂亮，男的帅，女的好看，身材又很好。但是呢，你又不能说他骗你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旁边有附一个人偶，而且他这个人偶的话呢，还真的是跟玩具本身的实物已经很接近了啊。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落差已经给你感觉很大了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把它呢，翻到后面来看的话呢，你说他骗你吗？其实还真的是没有骗你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封面好看，但是后面其实也给你看到玩具的实体物了。那我直截了当的告诉各位，如果说你不是人傻钱多的话，或者是你只是钱多人帅也可以，只要你钱多，这个玩具呢，你绝对可以毫不犹豫的带回家。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经济生活呢，没有说到非常非常充裕的话，这款玩具你还是算了吧啊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爵夫人，这个好看吧？非常好看。这个就跟你到一些交友网站上面去看到的妹子是一样的，但是来的时候呢，就是长成这个样子，那你一定会想打人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落差是很大。但是念在盒子外面已经有告诉你，老娘没有 PS 的时候就是长这个样子了，所以呢，也就不要太生气了，不要太生气了，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啊，首先呢。它有一个地方把玩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啊！我是没有想到说呢，它的里头，它的腰部里头啊，是一个类似于是，软胶的一个拉绳的感觉，啊，这光线可能打不太大啊，所以你左右转动的时候呢，稍微转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也不要上下，我不要把人家的腰给折断了。手臂的可动的话呢，啊，基本上该有的也都有，手腕不能转，腰身呢转动，脚的话呢，啊，这个膝盖是比较偏紧一点点的。那它有附带一个背包，背包的话呢，也是收在吊卡里头，但是比较偏上面，上面有一个眼镜蛇的一个背包的一个造型，其实不难看啊，这个角度看还可以，就是这个正面这个脸确实是不行。那附带也有一把枪，那人物的话呢，这个底座啊是玩具直接附带的，上面鞋子后面也是有洞的啊，可以跟 Megatron 产生一个各种互动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狂派首领。即便你是反派的妹子，我也没有理由跟你互动啊。再来就提到这个玩具了。首先，它有非常巨大的身形比例，非常的巨大，比现在的 L 级的玩具呢都还要大。但是盒子真的是很好看，但是从盒子里头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种什么领袖的挑战呐、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些低龄赛博坦制的那一种比较大型的玩具的。感觉会很强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后面啊，就是各种的一个空洞就出现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脚后面整个是空的，手臂的后面也是空的啊，这个内部整个是空。你看，我连拳头都能塞进去啊！你说这个空的是不是也太大了？你背包大也就算了，结果你真的是一个不是背包，你这个背壳吧？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的话呢，玩具也是。这个手臂没有齿轮关节，而且有点偏松了一个样子。脚前后啊，虽然有齿轮，但是这个虚位比较大啊。然后侧踢的话呢是有的，但这个裙甲呢，它是只能够往前、往后啊侧踢，你能够稍微踢一下，但是呢甩一下，这个支持力度的话呢，显然是没有办法让妹子在你身上待很久啊。膝盖的话倒是很紧啊，膝盖很紧，蹲不下去啊。然后脚后跟，脚底板倒是算挺大，接地面积算比较多了啊。人物的站立性算好的，但是这个各种空洞啊，会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真的是，还是让人家觉得蛮失望的了啊，蛮失望的。人形来说，正面的话呢，可能还行，但是，你翻到侧边来说，还有实际上摸起来这个把玩的感受是非常的不好的。那枪的话呢？你看，连枪的内部，亏你还是黑色的大枪啊！里头，这个里头里头，这里也都是，这里面也都是空的啊！这个不知道这个光能不能打得到啊？这个，因为我现在使用是广角镜头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里头都是空的。那它的一个另外一边则是一个盾牌，
那个眼镜蛇部队的一个标志在上面。手腕的话呢，手肘可以转到90度，那拳头的话呢就无法转动了啊，腰身的话呢也是无法转动了，是直接是卡死的。腹部的话呢也是有鞠腕，致敬鞠腕的一个腹部的造型。面雕的话呢，可能是可以稍微嘉许一下的啊，也只剩下卖脸了啊，这种感觉我懂啊，卖脸的生活啊，经常饿肚子吧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Megazord，这炮的大小也是比较小，而且它的一个炮的结合位点呢是在拳头后面，而不是在这个小臂这里。严格来说如果说你真的很想省钱的话啊，其实这款玩具你是完全可以跳过，或者是等它跳到台币300、400，大不了499你买一下，你可能还觉得说哇，这个玩具还不错啊。胡不忌社你每次都乱说，你都诋毁官方，明明这个玩具很好。对啊，如果你跟我一样1800块钱台币买的，我看你能不能讲出这种话啊？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！首先的话呢，后面这个炮台的话就转到后面去吧。那这个手的话是先把这个手给变完，后面这个部件推到前面，再往前推一点，这块部件的话呢才能够往下面推下去啊，它才不会去形成一个干涉，包覆到这边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到这边啊往下再推一格，这个地方呢才能够顺利的转过去，再把它复原到这儿吧。然后这个人物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腹部这里啊，胸甲这个地方给打开，这里两侧打开，这里我记得是先开，对呀，是先开胸口还是先开肚子啊，还是先开侧边啊？我想一下，它的这个地方啊，先把后面这里打开，背包跟前方是有锁扣打开的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挑起来，两侧挑起来，再把这个胸甲。胸甲是我记得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，你看我连研究都不太想研究它了啊。这个记得是胸甲是应该往对往上翘起来，这个锁扣解开，两手要把它往下面垂放下来，这个地方打开。好了，到这边基本上上半身就是把它解锁成这样，整个都散掉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裙甲先往上翻，接下来把它往下面跪啊，往下面跪。这样跪下去，好，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，黑色的这个脚，就是做出一个下跪的动作。好，这里有个卡扣，把它给松进压进去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把这块部件脚后跟放进去，再把鞋尖啊，不对，这个不要，先放到这里。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我们把他的这个手臂往后放。转过来，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我们把这个拳头啊，这个手肘可以往内缩进去，这里面，这里把它给靠进去，好，放进去，OK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把它的手臂过来，这个打直过去啊。然后呢，两侧这两片部件可以组合，那这个地方转一个方向到这边，把这个拳头给塞到。它的原本的脚后跟吧，不，小腿后吧，对对，把它给放进去。好，两边都给放进去之后，中间这里就可以组合起来。我把镜头放低一点，组合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脚尖收起来，到这边。那剩下来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拼凑这里了。这个原本是这个是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这是人物的裙甲，裙甲就过来这边跟它结合上，这边也是一样。裙甲过来，好，结合上。那么呢，这里原本的人物的两个护肩就过来，然后互相做一个结合。这个地方，好，互相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就放下来，放下来就可以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这里是一个折90度，这个地方折90度，折上去往前。然后直接的把它往下靠，靠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的，要卡进这里面有一个凹槽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需要自己稍微做一点简单的小调整。然后这个 Megatron 的脸就这样下来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凸，两侧都有，要扣进侧边黑色的洞里头。好，把它给卡进去，再稍微调整一下。OK，那么呢，最后前方这里
就记得要把它给卡进去。这里的话呢是两侧左右两边的话呢是分开去卡的，就是说左腿卡左腿，右腿卡右腿，卡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做中间的一个密合就可以了。尽量把它给扣进去，好，这一侧下去了，这一侧啊，这一侧已经下去了，好，到这边。那最后就是把它的原本的这个盾牌把它给扣到这个位置上，把它给卡进去，前后的话呢稍微用点力把它给扣下去，它有一定的一个滚动性，毕竟下方是有轮子的。好，最后怎么样把它的这个大炮给放上去。 OK， 那么载具的话呢应该稍微可以让大家火气可以消一些些，然后附带的这个人偶的话呢当然可以让它直接在后面做一个驾驶，也可以呢把它给放到这个非常显眼的驾驶舱里头，直接的把这个腿啊折一下给放下去。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呢，坦克这个是应该是 GI 这里头应该会出现的特殊造型的坦克车，好看，非常的好看，然后黑色的光泽也是称得上是优秀的一个表现，履带啊什么的，就是涂装少我觉得也算了，反正它就是主打一个黑色的一个主色，你其他太多点缀的话可能反而会没有那么样的好看啊。我是觉得这个载具真的是挺 OK 的，但是人形式的是非常的糟糕。那诚如我一开始有点半开玩笑的口吻说的，如果你是台币300块钱、400块钱甚至500块钱买到，你可能会觉得真是一个好玩的玩具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这种价格买到，你真的是会忍不住想要告诉大家，你还是省省吧，就不要这个价格入了。那对比一下，我反而是先做第二个，就是 GI Joe 这一波第二款产品，这个 Bumblebee， 相比较之下，这个 Bumblebee 反根本就是良心到了一个极点，价格也比较低，载具跟人形也都稍微好一点，但也都不怎么样啊。说实在话，直截了当的说吧，如果你并非是这个 GI Joe 的 fans， 你对联名款收集也没有特殊欲望的话，这两个玩具其实你看一看就好了，就不用买了，真的是钱省一省啊，拿去买点其他东西啊，这个犒赏自己吃点好的可能都比这个还要有趣一点。那看我的节目笑一笑就算了啊，真是欺世盗名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